游戏系李国毅主演的新戏《1016的房客》最近在网络上引起广大讨论，一些小记者也不小心入坑啦。现在就来为大家整理本剧的三大看点哦。第一，主角同床共浴样样来。第三，两大帅哥法庭交戏。监视器画面，正是铁志远是凶手行凶的最佳铁证。最佳铁证，我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最佳铁证。哇哦，整出去一下搞笑一下严肃，演员们个个颜值超高，还有男神毕书尽演唱的超好听片尾曲，网友们快来跟小记者一起追剧吧。擅长自己忍痛，在自己坚强。